就是你。妈喝醉了啦，赶快过来接他。妈，你知道你喝的有多醉？是那个披萨店老板跟你爱的来的。阿姨，可以帮我们一起拍吗？阿姨，麻烦你了。一、二、三。阿姨，你在拍什么啊？哎，你们几个，阿姨一直叫什么意思啊？从你外表看来，不叫阿姨要叫什么？叫姐姐啊。周六晚上10点，中天娱乐台芙蓉大饭店，勇敢说出我爱你。